欢迎来到完全娱乐频道，这里提供最新的娱乐消息，所以你们可以随时观看，所以不要忘记记得打下小铃铛哦。因为节目《青春有你二》组成的 The Night 成员谢可寅在首秀公演舞台之后，释出自己剪辑的 Vlog， 说是手边仅有的影片要来应付一下大家啦。你是不是就是说你在干嘛？带饼吃饭。是不是觉得说开始的眼神困难是凌晨四点，我们收工了，大家要注意安全哦。拜拜。Hello， 你这个是视频啊？哦，我这个是原相机，会不会不太好？挺好的，感觉像美过。因为你本来就很美。他是还差照相机。你好美哟，妹妹。从你大你这说起就是你这么俊。原本。你看刘老师的左脸。这样这样，如果说我从这边走呢？这样这样，给大家见。是啊。超级美 ，so beautiful。你是不是有点疾病？而 Jackie 和刘老师都是零死角啦，而不止谢可寅，其他成员的微博小号也常不定期抛出私下的搞笑互动，希望未来活动忙碌之余，小姐姐们也要常常营业哦。完全娱乐总和报道。完全娱乐